个竹筒，台南大爱妈妈齐聚捐出爱心，个子太小，投不进没关系，慈济家人会帮忙。我给你投。这群大爱妈妈更透过自己的行动，要为下一代建立更好的环境。 他们都是家庭主妇，他们最能够呢掌握呢家庭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舒适。身为家庭主妇的他们，起身响应舒醒活动，不止带着家人一起多吃蔬食，更从身边的人开始推动蔬食。邀约，然后请他们说愿意响应的人就帮我按个赞，那我帮他们联署，所以我很开心，我今年邀约了更多的人来参与。家庭主妇也能是推速大军，汇集小爱，成就无限大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瑞芬、李雅珍、杨淑梅，台南报道。